阿拉在中央山脉南段的深处，有一片千年的森林，那里是卢凯族人的传统领域。他们巨大高耸入天，仿佛可以跟月亮打招呼。Hey, good morning. Kita senang sila pukulah senian yang ni yang kita berdoa kuda. Wajur kita mari nian kuda angat. Tapi belum ku tukun. Tu belum ada lagi pekuari mat. Ini yang kat dia Asia. Su. Wajur kita mari kangat.这个怎么是紫色？它成熟了，尾部这里会破一个洞。一颗颗饱满的爱玉子果实挂满树上，等待收成。屏东嘉木部落的居民赖孟传会尝试栽种爱玉子，完全出自于对爸爸的爱。早期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种，因为我感觉到以前跟爸爸小学的时候，采爱玉是非常辛苦的，要爬到那么高的山。然后要爬那么高的树，有相当的危险的性的工作，我就想说把它矮化，把它移株来我们这个大约在1000到800公尺的山区后自己的地。这一片爱玉子果园种满了赖孟传的记忆和梦想，也保留着卢凯族人和森林曾有的生活文化。很甜，超甜的。为了追寻这段快要失传的故事，我们重返祖灵之地，想找到传说中最高大的一片台湾山森林。我们先祭祖灵啊，对，好好。哎。Kurikulum kenai, lomu, ino, tapara perangan ni an, kekata ternan, ku aturan ni, mendingan tingai, si panimake kita ki pangan nai, sudar nai musuhan. Ini 80 啊，九十二呀，重量人呐，重量，我在讲人呐。这趟行程除了由赖孟传担任向导，还邀集了五位高山写作以及地球公民基金会山林保育团队的协助。静宜大学生态所的杨国珍教授，2002年曾经前往台湾山森林进行调查，13年后再度探访，希望进一步将台湾山解密。本野山附近是我们台湾山最密集，几乎可以是变成纯林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台湾山的森林在世界上或在台湾啊，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预计要走上5天才能到达目的地，除了体力和耐力的考验，还有许多的未知挑战。沿途要通过各种的危险地形，攀爬峭壁陡坡，成功了，横切下溪谷，石头，穿越碎石路段。每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不能有一点闪失。我们等来了没？小杨，谁压队？谁压队？好。有听到，我们就走了。脚踏好，再换脚啊。
原本这是鲁凯族人摘采爱玉子的运送之路，也是登山客前往屏东大鬼湖的路径。但是2009年莫拉克风灾让山区几乎变貌，地质相当脆弱，我们一路上得通过20多处大大小小的崩塌地，困难度和危险性破表。孟凯，你现在在帮忙做路基吗？对，这边是特别危险吗？对，因为这个都是页岩呐，会滑，这个都会掉，很危险。这个受伤一跌倒的话，可能就一定会刮到，很危险，所以要用一些踏点呢。整个路线都改变了，非常难走，连去大鬼湖都要加2天的路程了，要多加2天了。这是赖孟传再熟悉不过的路线，因为他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爸爸上山，只是现在的山早已经不是他熟悉的模样。把它固定好了，小孩子要固定了。它脚比较长了。OK，Thank you。跟以前看到的美景哦，完全差很多。然后这个生态，这些树啊倒了会觉得心很痛，不像以前在那么漂亮了。直到来到这一棵红块的面前，记忆的山林才又回来了。常常听到老人家说那边有个很大的树洞营地啊，就是要诱惑你上山嘛。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大一棵树，因为沿路上过来这个是第一个最大棵的树嘛，会觉得哇好大一棵树哦。回去的时候要跟同辈的一些同学啊炫耀一下。早期大树洞被原住民当作营地，树干可以遮风避雨，树根可以作为床铺，是睡觉休息的好地方。而山区摘采的爱玉子也可以绽放在树洞里，等待部落族人上山协助运送。后来大树洞也成为登山客探访大鬼湖夜晚扎营的基地。这趟路况难以预测，路程也比想象中的遥远。为了减轻背负的重量，两块塑胶帆布搭建起遮雨不避风的营地。赖孟传也采用以前上山的老方法，在公寮附近埋藏回程要吃的食物。我们现在要买我们回来的食物哦。所以这个点几天后回来呢？哦，这可能要等13天后、14天后来呢。哇，你这只脚是怎么了？蛮严重的哦，很痛哎。你走到这边真是肿起来吗？就踢到石头，先冰敷啊。哇、哦，后面不知道怎么办。我好歹要看到一颗台湾山。这只是刚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穿越过崩塌地形，进入了绿色的云雾森林，脚下是清澈的山花努努溪水，浓郁的水汽感受到大鬼湖近了。这块要到达那个大鬼湖的最大的大池湖面哦，那这边很多禁忌，所以我们等一下音量尽量放小，然后里面的一草一木不要去动它哦，我们用我们那个最神圣的心去那边，哦，给他那个朝圣，对，朝圣这样，哦。走了3天半，终于抵达鲁凯族人的圣湖。那我们一起进
拜一下我们的祖灵。南无巴楞，南无拉果。我克拉那盖德勒姆索诺，卡姆塞萨林卡，拜尤尼亚。哎，卡曼尼阿斯卡卡图图图布基，伊阿布楞，卡杜拉内卡斯利瓦特卡吉塔邦阿内西乌丁阿丁埃，帕克拉托布雷瓦奈，马拉内阿马拉内阿。从小不叫大鬼湖，真正我们都叫他巴楞的家，巴楞公主的家。这边还是有一些禁忌，比方说，以前那个巴楞公主，嫁给蛇兰精的时候，她告诉那个我们这些后裔讲说，来这边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冷食，这边已经很冷了嘛，那你吃冷的食物，就代表她没有来招待你。她说在这里不能去狩猎，然后她。还告诉后羿说，这里的一些，比方说鸳鸯啦、黑天鹅啦，千万不能去惊动，因为那都是我的。湖区的气象变化万千，山峰夹带着阵阵细雨，在迷蒙的云雾中，有种独特的神秘美感。倒卧的铁山枯枝散落在宁静的湖畔，好像是蛇郎君跟巴楞公主在湖面共舞的意象。鬼湖遥远的美丽传说，在此刻幻化为真实的身影。今年气候特别干旱，雨水量偏低，大鬼湖的水位相当低，横倒在湖面的台湾铁杉平展的枝干，刚好成为附生植物的温床。这个叫黄花灼生杜鹃，在我们台湾是长在那个块木跟铁杉的树干上，那刚好这一颗倒下来，这长得密密麻麻，哦，这我看过，哦，非常少见的这个花苞，哦，它都已经准备 要开了。大鬼湖山区海拔约2200公尺，铁杉和红块是森林里的优势族群。这个红块它本来就长在比较溪谷的环境，好，那我们刚好这边呢，这一条溪沟很明显，这一条沟上去是一条红块，那前面那边还一条沟上去，这条红块，还有接下来我们呢，那边我们要爬上去那条沟，也知道，也就是沿着沟就红块一直就整个上去。赖孟传在这一片红块森林中，体会到早期的族人是如何善用当地的自然资源。这颗红块，哦，这个树皮切一块，切这么一大块，就是早期，因为原住民那时候没有帆布嘛，所以为了做树屋来使用避风的，他们很聪明哦，不会全部采，他们会留一边让它继续活。一块树皮痕迹透露着卢凯族人利用山林的态度。钉子。在营地的旁边有一处烧毁的山屋残骸，看到焦黑的木材支柱，呈现了原住民跟汉人利用红块的不同思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红块用的房子，这个是一个姓张的一个修行人气盖的，他破坏了这整个里面的生态，把一些红块砍掉了，还有一些挡住看到湖面的一些视野，所以他后来被判刑，所以现在这个山屋是毁掉了。离开大鬼湖，继续跟着赖孟传进入他们的传统领域，但是要到达下一个营地，必须下切溪谷，高低落差将近800公尺。大家吃尽了苦头，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帝王之树。哇，真好！到营地了，哦，这个台湾山，哇，在台湾山的下面呢。对啊，到了，到了，耶！台湾山营地。我放下，放下。平坦的河阶地上，这棵直挺挺的巨木特别引人注目。在这里，还有一种先驱植物赤杨正在茁壮。2009年，穆拉克台风的超强风雨，就像是植被生态演替的催化剂，
溪谷崩塌裸露地上刚好成为赤羊的发育地。我们看一下，这是一颗台湾赤羊的小苗哈，根上面哈一团一团的啊，这叫根瘤菌共生产生的叫根瘤，它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氮素，啊，让它可以在非常贫瘠、刚崩塌过的这样完全没有养分的情况下，它可以迅速的生长，而且让我们的土地恢复到什么叫做肥沃。它这是长得非常的快，现在已经超过一人高，那很快的变成一个赤羊林，再慢慢演替成我们的阔叶树的一个森林。注意哦，旁边都有人吗？我们要看那个以前那个采艾叶子的那个公寮了。早期这个区域有三座艾玉子公寮，当时族人还种下了平常喜欢吃的主食和叶菜类的作物，都被那个这些树有没有斩住，就气死的这样，一个四角四方这样，哦，啊这个假酸浆研判是后来他们种的，因为这边没有这种植物啦。这个要在海拔再低一点的地方才会有，啊，有这个是因为他们可能为了方便取得，所以才种下去。哦，因为以前我们的主食都是芋头嘛，芋头粉嘛，地瓜，那这个一定会带上来，是要包那个芋头粉做吉拉姆食用的。哎，我们整理一下这个祖先的营地。哎，我们大概把它整理出来，这样。高山协作努力地清除杂草，试着整修艾玉子公寮的地基，但是因为土石流冲刷严重，只好让历史记忆就此停格。在旧公寮的旁边抬头一看，树上有许多成熟的艾玉子果实。这棵就是艾玉树，它寄居在敬业实力的树上，现在还是采收期。如比方说今年的九月到隔年的三月都可以采收，啊，三月是已经是尾端了，啊，现在上面还有果实，我们采几颗来，哦，体验一下以前那个年代的爬艾叶的方法。赖孟传迅速熟练的攀爬上树干，好像是在平地上行走。由于艾玉子树藤总喜爱攀附在高大的乔木上，所以在采收艾玉子的时候必须胆识过人，还要身手矫健。站在最顶的地方，往我们的营站的地方应该有差不多四十几公尺，还不会说太高。如果说它聚集在台湾山的时候，那高度会显得更壮观，往下看的时候会哦，会叫一下。二十几年来，他已经爬上这棵树，前后采过四次的艾玉子。回想起以前，光是这棵树的艾玉子，一次就可以采收超过20公斤，赚到20000元的收入。艾玉子养活了许多嘉木部落的居民。采艾叶是很辛苦的工作，他说7点就要开始爬艾叶。然后采完回来就开始要削艾叶，削完以后它还要经过日晒，为了快速一点，大部分老人家会经过火烤。那这个切口一定要朝上，那个热度才不会聚气，那个酵素才不会死掉。我们现在烤艾叶的这个方式哦，是最原始的方法。艾叶有分成薄的，还有厚的皮。那如果我们在薄的皮烤的时候，要注意到它大约烤差不多1.5小时，那就看它火候有多大，那火也不能太大。啊，厚一点的要2.5小时，那也不能，千万不能睡着。那火太大呢，容易把里面的酵素杀光，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洗不出艾叶。动了。每一次上山采艾叶要多久才能够回到部落？大概也要10几天到20几天啊。
最少也要背50公斤到60公斤啦，因为这个路程很遥远，所以大家会说，如果背很少的话，这个时间很可惜，所以大家都尽量背很多，背重一点，背多一点下山。爱玉子果冻甜甜的美味背后，是鲁凯族人辛酸的生活滋味。为了有更丰厚的收成，赖孟传与族人也会往更深山前进，也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台湾山巨木林。有请安了，这边等一下还要记，不然不能当枕头。这个，下点下点下点。哎，这边水平低，太低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要补一下，补一下，补一下。好了，那印章。那等下泡水让它软，然后来炒腊肉。享用一顿热腾腾的晚餐，是每天长途跋涉之后大家最期待的时刻。开饭喽！开饭喽！哇哇！好好吃。这是主菜，然后这是主汤，然后这是主餐，刚好有三个，三道主食。一菜一汤一半，就这样。这是我们最丰盛的晚餐，连续今天已经第七天了，每天都是这样。那个绝对是，绝对是那个，他们都不敢讲话，从一而终啊！16天的伙食都是这样，始终如一啊！绝对，我们就剩下50公斤了啊！始终如一。这个木耳要多捞一个来试试看哦。哦，老师如何？啊，赞了，赞了。给你们加菜啦！哎呀，快点，快点，快点。腊肉吃16天。腊肉在手，希望无穷。跟这啊，要啊。就是捕捉吃呢，有吗？很像烟熏的三餐。你去的时候叫老婆，如果她煮菜的时候突然煮腊肉，会翻脸。哈哈哈哈哈！直接翻桌子。第八天就要进入那个台湾山森林的核心区，今天要开始调查，大又密集的那个族群。这个山有比较大的树，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地方上去以后，我们就沿着这个沟顺到这群大树这个地方。前面这边还有，因为地形地貌大改变，只能运用 GPS 定位的现代科技，再加上赖孟传丰富的山林经验，大家互相交叉比对，想要找到最佳路径和正确的地点。比较近，比较近。而且我们从这里上，刚好我们就可以避开那个比较陡的地方。是很陡吗？蛮陡的。如果要测量，会不会很难？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从这里看，那一棵，哇，那棵就很大棵，好高哎！那棵就很大棵，哇塞！它从下面会更长。经过9天的路程，密集又高大的台湾山森林终于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哇，你看，这边到处都是台湾山。哇，对，这找到了，又密又大。Thank you.
杨国桢教授先以穿越线的测量方式计算台湾杉的数量与分布密度。从这里哈，算到那一棵最后面那一棵这样子哈，啊，这样子30公尺了。啊，这个估计高度的大概在40公尺到50公尺，这区这样超过50棵，啊，是非常健康、非常优良的一个森林。我们沿着山腰到本野山顶的话，哈，有非常多片这样的一个森林，而且是密密麻麻的。估计双鬼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台湾杉可能有超过10000棵，以前这个区域可能是崩塌地。历经无数次的自然演替与天择，才有幸慢慢地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杨教授20几年来的推测，经过2次的田野调查，终于在这里得到印证。它是在这个斜坡上面一个条状分布，它应该是以前的一个崩塌地，一次的崩塌它长出来，啊，那以后的嘛，别的地方崩塌再长出来，那慢慢一直嘛。一直这样的一个更新，一直嘛，一直一块一块慢慢补，又补出这样整片的嘛的台湾杉的森林。台湾杉是植物学界唯一以台湾当属名的植物。1904年，日本学者首次在海拔2000公尺的南投山区采集到台湾杉的标本。台湾杉主要分布在1800到2500公尺的云雾带山区，是冰河结衣植物世界级的活化石。右边是台湾杉，左边是红块。由于台湾杉经常和红块混生，在大伐木时期，部分族群同时遭到大量砍伐。哇，我们来量这一棵。研究人员选取比较大棵的台湾杉测量胸径，想要了解这片森林的年纪到底有多大。哎，动高，动高，再来，不管了。刚好2米哦。我们这一片台湾杉的森林的胸桌直径大概在2公尺左右，1公分的这个木材的宽度的话，大概是7年到17年。所以如果说我们用2公尺来算的话，哈，这一片的森林，我们把它平均起来就在1000年以上。来啦，1131，对，还没办法突破出4米呢，哈。目前量到最大的是胸径3.44米，对，我们还在寻找更大的。哇，这么大！尽量拉高啊！拉，来，拉，拉，好，好，有没有纸？有。哎呦，有没有拉紧？有。好，13米。57，哇，最粗的。在我们本野杉这个区域呢，也就是大鬼湖的东边这个区域，目前最密集，会形成纯林，而且目前最高大的树呢，它都集中在这个区域。那它非常独特，而且非常具有它的代表性。那像我们目前看到后面这一棵呢，编号11号，啊，最大是1357圆周。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情形。这一棵最老的台湾杉爷爷已经3000岁了，等于走过人类的30个世纪。目前学术界对于台湾杉的研究仍相当不足，只知道台湾杉最高有长到90公尺，是台湾最高的树种。为什么它会长这么高？什么样的动植物会和台湾杉一起生活？又为什么在这个中央山脉深处会形成如此密集的千年巨木森林？研究人员努力想要收集更多相关基础资料，想要了解台湾杉。对，从下方看到那一棵树，这一棵前方的那个，对，台湾杉嘛，啊，背到这里已经很喘了嘛。对，我背上去，它还是比我高啊。哦，你有看到吗？哎，有没有？有，我们还在它的腰部以下呢，有没有？就可以感受到我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哇，这棵树怎么还是比我高？走了几分钟，它还是比我高。先叫我抓。站在针叶树帝王的脚下，看不到它的树冠层，显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卢凯族人才会称它为撞到月亮的树。这块区域呢，我们称它叫马拉老鼠。
马拉捞鼠这个区域是我们卢凯族的传统领域，也是我们采艾艺的地方哦。那通常我们在这里哦采艾艺的时候，老人家常告诉我说：“哎，你年纪最小，等一下让你去爬一个断到月亮的树。”拉着艾玉子的藤蔓，赖梦传要去摘撞到月亮的艾玉子。攀上树的每一步都是满满的回忆。因为我们的台湾山又高又长，所以通常寄居在台湾山的艾玉树产量一定比较大，然后它一定比较高大，所以很难爬。我们通常会带便当上去，早上八点爬的话，下来的话应该差不多也要两点了。像我身手比较矫健一点的哦，我一定会到上面，因为照得到太阳。你在底下照不到啊，然后而且上面的人踩艾叶一丢，下面的人就会打到啊。刚开始爬这么高速，当然会怕啊。下次你就是说我要爬，我就是有一种挑战性，因为你会觉得说，哎，让老人家爬这么累的树会心疼的。那就说这种树由我们年轻人来爬就好了。长辈的传承与学习，让赖梦传懂得和大自然共处。除了树上的果实之外，枯枝上的许多菇菌也是一道道的新鲜野味。哦，白木耳哦，这就高级的木耳。木耳有两种不能吃的，一个是带一点那个荧光色的，那不能吃；还有一种是黑，非常黑的那个就不能吃。我记得是国小一年级的暑期，一路上上来，我爸跟我叔叔，然后开始教导你，哎，这个什么草可以吃，这个什么节类可以吃，这个什么菇可以吃，啊，那个是不能吃的，啊，什么动物吃什么样的果实。来采木耳，采木耳哦，加菜哦，哎，加菜加菜。木耳朵朵开，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了哈。今天看起来好像比较大盘的，比较多。这菇是我们今天采的吗？对，袖珍菇、木耳跟还有香菇。这一大盘的啦。在五分钟吃饭呢。吃饭喽！来来，我先喝汤，先喝汤。首先，第一道是酸汤。我先喝汤，先喝汤。吃饭了，吃饭。松板。对啊 ，OK 了，好了。好，开动，开动，开动。开动。好，来，开动，开动。开饭了。好吃。明天走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那个菇类啊，各位兄弟，要不然我们没得吃啊。我看到那个黄色的、橙黄的跟橙红的那么大的，就拿，那个厚很厚，很厚，嗯，很好吃。人们在森林中挑选可口的美食，其他生物更是毫不客气地依循各种植物开花结果的时机，随机取食。这颗抓痕哦，我们看这么深哦，是台湾黑熊的抓痕，它喜欢吃这种栗科的，啊，这是真丝栗。然后我们看这个抓痕，研判是在去年的十月到十一月的抓痕，不叫新的。啊，上面一点的抓痕哦，是前年的抓痕哦。那这棵树呢，到处都有它的抓痕，所以它常来这棵树。应该就是他们这边的一些喜欢吃的一些主食啊。切好了，刚好有黑熊的家。这棵台湾山底下哈，有一个洞哈，看得出来哦，应该是大约在三四个月前挖的哦，啊，有一些咬断的痕迹，那些树根啊都有挖，然后弄一个洞，然后这些土啊挖到旁边哦，研判哦，我们研判是黑熊弄的，他刚好要生孩子了，找一个地方可以避开一些那个猎食者嘛。台湾山巨大的根部刚好成为黑熊绝佳的隐蔽洞穴，
森林和动物互相依存，也互相竞争。这片土石崩塌地，红块台湾山的小苗刚刚落地生根，马上成为水鹿、山羌、山羊的餐厅。啊，这棵是台湾山的小苗，这一棵是红块的小苗，这一片呢，现在目前是密密麻麻的哈、啊，台湾山跟红块在进行一个更新的一个状况。像这一棵的台湾山的小苗哈、啊，这个顶芽的嘛都被啃掉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幼苗呢，都有被吃。不时可以见到野生动物饱餐和解放的痕迹，森林是属于他们的领域，我们只是过客，使用土地就得缴租金。在哪里？在这边。哦，好吧，挖宝挖宝。哎、欸，好像有被挖过。啊、真的呢。对啊，有被挖过。哇，东西被挖出来，哇呀、啊，被想挖出去了。不是，哇、哦，黄喉雕。黄喉雕。啊，我们的腊肉都没了。我被黄喉雕吃掉了。米也没了。米也被吃了。米也没了。对。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啊，我们奶他还在这里。你拍到黄喉雕吗？我有拍到。啊啊，死了，断两了。断两了，还有一只黄喉雕在里面呢。啊，东西都被吃了。对啊。这边呢？这里。就这边，黄喉雕拍到。有拍到吗？有。哦，我们埋那么深。埋那么深还有不好吃。对啊。哇，他不是在里面边吃边谈恋爱啊。也是可以啊。上山时埋藏的粮食连续两次都被黄喉雕率先光顾。然后回去塞一塞啊，捡一捡啊，都背到这里了。快点啊，他不背了。所以那两天的粮食大概剩多少？差不多剩下今天晚上的粮食。为了果腹，大家只好挑拣剩下的食物，度过断粮危机。老花眼愈近愈密愈细粒，有这有碰到泥巴。现在是什么情形？现在我们呢，那个黄喉雕吃剩下的米，然后因为跟很多泥土混在一起，那我们为了保命，只好再把它挖起来。然后现在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要把那个沙子跟那个米分开，希望能够有干净的米，然后可以再煮一餐。这是纯手工的啦。有事捡白米啊！哇，真的是这么珍贵的米哦！想到如果不吃这一餐，可能明天看不到老婆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挑一挑。哎，那个拖刀捡起来的时候也要放进去啊，不要丢掉了。家里有饭就可以吃晚餐了啦。饭喽，吃饭了。要挑米的，等一下再挑哦。我们加个那个皮蛋好了。哎，感谢黄鼠狼，还有这些东西还是。才会有这样的好料给你吃。手下留情。新的海苔，来。用泥土和石头调配的咖喱稀饭是黄喉雕留给我们的晚餐，也扭转了旧有的山林生活经验，这是相当宝贵的启示。下山途中经过一片阔叶树林，上百年的牛樟树残留着被人们摧残的痕迹。可以看到这棵牛樟树有被切过，这个是早期在，有一些不法的一些商人哦，来这边取这些树头，树头最主要它有树瘤嘛，树瘤要做一些神像的哦，做卜疗的，所以他们就上山来盗伐。他有一些爱艺术会聚集在那个牛樟树上，所以发生了很多争执啊。就是说我爸就跟那些盗伐的人去吵架，他到最后还好很幸运的把他们赶出去了，用族人的力量把他们赶出去。那现在这些小苗都很富裕的，还蛮成功了，你看可以看到长了好几棵。那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这一片土地，培养一个
助理啊，专门看的。在卢凯族人的守护之下，牛樟得以继续萌芽。16天的森林生态调查，记录到山区环境变迁的现况，真实见证了台湾山千年巨木林的存在，也看见卢凯族人与土地的连结和感情。一路上一直讲说，爸爸，你在天上，虽然你走了，你知道我带了一群朋友们来这里拍摄，来这里拍摄以前我童年过的生活，让他们知道，哎，我们有这么曾经的一些往事。我都有偷偷的掉眼泪了，说实在的是很感动，就是那个心情是很澎湃的，会说哇，我又来到这里了，我怎么又会来到这里呢？好了，我下去了。爸爸来了，叫爸爸辛苦。快点，爸爸辛苦。快点啦，爸爸辛苦。你们饿吗？好，快。回到部落，赖孟传细心呵护着他的爱玉子果园。在他眼中，爱玉子不只是一种经济作物，而是记忆与梦想的延续。春天开始，他就会开始长一个小包。爱意就是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所以我们非常珍惜，也去栽培爱意，让我们的后代延续跟爱意的情感。一粒果实，一棵树，一段快要失传的卢凯族文化。巴拉。在这片台湾山森林里，故事继续发生。从一颗种子到长成一片巨木林，在它上千年的岁月中，我们都只是它生命尺度的一小点。然后可以记录一下我们从小，然后告诉大家我以前我的祖先是怎么样应用这个传统文明的，然后现在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更认识，尤其是台湾山，我所讲的钻到月亮的树，那个树有多么的雄伟，让大家认识台湾山是我们的骄傲。